国老师收徒仪式向祖师爷请示祈福典礼典礼开始，有请见证师长向祖师爷上香。在高中时，因为看了当代传奇剧场的综艺堂，因而下定。称朱伯承，必拜师帖，行磕头大礼。请学生奉茶。请学生奉树修，我会请他放手。知无言，言无尽。俺弟子有此照见，永不忘。红尘万里